风大雨大太阳大，想他多想想你呀，关心了我快点路面。来双手接给我，一大地大我想大，海人看到我嘛比你大，安心你快乐笑呀笑哈哈。各位大道国中同学，大家有好吗？好，大家有大发财吗？有啊！真的今天非常荣幸啊，来到我们这个大道国中。很专心找到找，他会不会降短跟演艺厅？这个人能大度的大道国中啊，这个掌声鼓励一下来，真的真的，哎呦，这不公然都就问爽，这不公都赶快最优质的学校给人家。真的真的，哎呀，不过咱今日闽台高中来，咱先把先打盖小姐，真的是。那讲哦，专线唯一高级会很好哈，咱闽台高中正是上啊。再讲咱闽台高中呢，大家拢是有成就的很好，规章好，完全无错。咱闽台高中活动真精彩，若无读你会真无彩，读了你个性自然会改，个人取得学多歹，人生马上变光彩，永远唔免乌比赛。哎，水哥，咱除了安尼，阮闽台高中各科每学期啊，各有众人所期待的科运会。什么是科运会？即个科运会，一声悬，一声低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一声扁孙，一声扁青，一声大伯，一声二伯，一声阿兄，一声小妹，一声妹，一声 OK， 感觉就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真精彩啦！我来猜你了。而且我们各科还有很多证照可以拿，我来大家出任，永远不会变笨。然后讲北港朝天宫，罗港天桥宫。新港红灯宫来到闽台高中，大家一定会成功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吼、哦，哎呦，真正是，人讲吼，上山还是落海掠鱼。来到闽台高中，大家一定会成功倒落去。无唔对，人讲吃乌多麦的菜，规拖人不去难看。恁当做来直接看，乌啊还是讲教你一下讲完。总共一句就是希望大家到宣传。爱记哦，不管 A、B、C 啊，无科无一定爱来闽台高中的。每一科，吼、哦，最后请大家恭喜大二站一定要来练台。不管台北大队赢还是基隆廖高赢，来到闽台高中，大家一定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加油！欢迎闽台高中调酒社的五位美女带来精彩演出，尖叫声！音乐重来，音乐重来 ，One more time, 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们闽台高中的调酒社呢，由我们闽台高中管理科及我们的观光事业科所组成。那在全国的金爵杯还有这个杜康杯呢，都荣获非常好的佳绩。像今年我们荣获杜康杯的团体组以及个人组的冠军，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回答就可以喝到了。
去，然后一直讲自己。这个是嗅觉的动作吗？
我们全台中最优秀的国中是哪一间？你数啊！哦，我忘记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你把眼睛都炸平头上来了，我跑一下，来哪一间国中？大道国中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喊最大声、最大声的是谁？好，来，最后一个问题来了，非常的难，真的是非常的难，真的。今天明台高中最帅的两位主持人，哪一个最帅？一二三，好，你来，你要讲清楚，想好想好啊，哪一个？我今天开酒的坐哪哦？啊，是，我这题很难呢，这题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心态摆上说，因为你看他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要记得哦。好来，我们再给我们明台高中该调酒社的五位美女掌声鼓励一下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